5月30日 ，Jasper 外公在粉丝群晒出 Jasper 练习瑜伽的照片。照片中 ，Jasper 穿着白色短衣、黑色短裤，在外婆的指导下，一会儿趴在垫子上，一会儿将双手双脚抬起，学得有模有样。瑜伽小达人上镜啦！趴在瑜伽垫上做动作的 Jasper 学得有模有样，动作标准，画面有别样的萌感。动作虽不完美，但很是可爱呆萌。5月14日 ，Jasper 粉丝团晒照发文称。公公空降粉丝群，能助人真快乐，我们的乖宝贝 Jasper 和妈妈一起去做好事，真乖，正能量，善良的一家人。照片中 Jasper 和妈妈应采儿去慰问老人们， Jasper 还手拎大米，笑得十分开心。网友纷纷表示，真的是好孩子，好事就要从小做起。哇，家教太好了，怪不得 Jasper 这么懂事。据悉，自从2013年 Jasper 出事，夫妻都甚少让儿子曝光。不过去年忽然破镜，陈小春带着4岁儿子 Jasper 参加内地真人秀《爸爸去哪儿》第5季，人气急升。而 Jasper 的懂事表现还被封小暖男，俘虏中港台无数粉丝。